喂，小姐姐，喂喂喂，美心小姐姐，那个麦克风可以大声一点。现在吗？现在能听到吗？哎呀，好嗲呀，好嗲，好好听啊！啊？谁不会呀？哼！喂喂，听得到我说话吗？美心小姐姐，你多大呀？18呀。你18，那赶紧叫这个妹，你叫我叔吧。这个女的话就，就你就叫她阿姨。我16啊，你看，阿姨嘛，应该叫妹妹了。她都27了，我没有27，狗27。哇哇！可以救？可以救吗？可以救，应该是可以救的，可以救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！救了救了救！可以救可以救。他好多雷，他有几个雷啊？哇哇哇！我感觉。哎！啊我怎么还有？他有几个雷啊？他在哪呀？左手左手。你救他呀！他应该没雷了，你去救他。哇，扔了8个雷啊！还有，那是烟，那是烟。来了吗？先救人，再锤人，救起来再锤。我知道。你看着我的头，我很难过。等一下，给我上柱香，打他。好、啊，漂亮！救人呐、啊！你舔什么包呀你、啊？你怎么对比心小姐姐这么差呀你？对他，我不知道他死了。哎，女人心真恶毒啊！嫉妒使徒独丑陋。我嫉妒啥呀？你告诉我，我嫉妒啥呀？高好一小姐姐被你害死。你不帮我说句公道话吗？准备准备。人家叫飞客，别人叫飞客，还要曲解别人的名字。别人不叫 fuck， 你嫉妒别人。